不是吧？也没蓝了。哎，不能再送了，不能再送，龙来了，兄弟们，龙来了。也没蓝了。都还在好吧？兄弟们，来避一下。你要避开吗？这边高危区，我操！你在吃啥？牛排啊。爆了吗？哦。打野在吃啊。走不掉了，走不掉。我真的想不通啊。哎，派克别搞，派克怎么搞起来了？哦，我他妈被搞烦了，真的是。没有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很喜欢他。我以前，我还搞不懂。我搞笑。那金鹰有点能跑，又逮这个龙去了，逮住。想吃完？我一根，别偷。哦，就是这一招，但是有进化没用。太低了，你不会打不过吧？我点赞也是。好，双招。这个人的操作是真的太可惜了。喂，攀升有什么用啊？来一个杀一个。我们经常给压力啊，兄弟。没有用，啊，拿下。太硬了。因为这一波他是有反狼来了啊，还敢来啊？嗯，没有死过是不是？没用啊，走这个吧。没用啊。好带点点击可以吗？传播。什么争霸队？这顶不住，晕掉了。哎，这一分钟有肉，进步。有人跑上来，到吗？有人跑上来，别错，真别错。我啊，上班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能打吗？你确定？应该。你打得也太慢了吧，没伤害，别打吧打吧。看了一下还可以。应该。然后没打野，打没了。没判成抢龙。快零点一秒。这闪现闪现了。这都被抢了吗？小可惜。打的好像还行啊。没那么慢。哦，暴击了。那边也有啊，瞄点有啥好吃的？有这个可以吃。这是啥？牛排。这是什么菜？不是我牙不紧，有一块盘放了很久。我点了对面，还可以啊。哼。八。